天就是出去会时间比较久。对，我就一个。谢谢。绵绵穿烫，终身。哦，金宝贝，金宝贝。做了一二十年，会有一点疲乏，然后有一点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想要去推广，真的是健康的东西。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对健康保健这一块就接触很多，那就想要推荐好，要想要生产好的东西来自己创一份事业，那这一份事业又是对社会是有帮助的。做这些养生饮品啊，最主要就是口碑行销，就是同事啊、朋友啊这样子在分享。因为工作的关系来到宜兰有二十二年多，那喜欢上宜兰的好空气，还有一些人脉的人，一些人际关系几乎全部都是在宜兰。因为我在专科二技的朋友还有这边的同事，大概二十几年的青春跟一些社交活动都在宜兰，所有的好朋友都在宜兰。那另外第二点，就是因为老婆是宜兰人，还有就是小朋友的教育问题，那喜欢上宜兰这边的好空气啊。为了长寿一点，我们还是就是居住在宜兰。这个呢？这个给鸡呀、啊，给等等，给它们吃。哇！我买买蚕去厝。好，要种菜，然后我一直跟他想说，好吗？没关系，你爱讲你去讲，对。然后我不会泼他冷水，但是我也是会想说支持他的梦想。我们云林老家的话，就是也是三分多地，然后上面自己的房子，他也想说把那这样子复制到宜兰来，对。然后公公婆婆上来的话，他就会觉得环境很舒适，就是跟他在云林老家一样。当初在五坪大小铁皮屋里面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外面什么都没有这样子，然后就一个人在里面。夏天三十几度啊，他没有地方可以躲啊。其实中午十二点的时候，就只能在里面这样子熬煮，然后电风扇在这边吹。
蜗牛爬到这边，他们就会往后退了。啊，这是很天然的，我们就不需要用什么蜗牛的农药来杀死那些蜗牛。蜗牛自然有它的敌人会杀死它。我妈妈都讲说，啊，你这就是吼母子连心啦，哦，因为他有气喘，我也有气喘嘛，我们两个人感情最好，母子连心。后来我发现哦，不是那一回事，因为环境的关系。因为以前我们住的房子，因为那时候家里面比较贫穷，我们的租舍，哦，租就隔我们就隔一道墙，砖墙，就隔壁是租，我们就住在租的旁边，上面没有用天花板隔起来哦，所以说租室那个整个空气啊是整个这样子，身体怎么会好？妈妈喘起来的感觉就像，要断气啊。那后来我才去了解说，真的人体的细胞，我们人体的健康不是靠药物来维持我们的健康。就大概从20岁开始，他就接触到一些养生、保健的尝试观念，再加上他之前妈妈身体不舒服，也是他把用那种营养的方法是把它调理好的。也蛮幸运的，我们有这一块农地，是很希望来我们家的从客人变成朋友，然后可以这样子常常久久的往来。细胞里面的水啊，如果没有经常运动，就会变死水啊，你要让它活化。所以说在礁溪这边，我们认识一些小农做的东西很实在，我们去看过，我们知道它是实实在在的经营，它的东西又好吃又安全，我们在我的农场里面，我会愿意帮他推广。因为我贵园长这边，那个芳香万寿，那个是白鹤灵芝，加热，都很好喝，你有茶也很好喝。你刚才有没有喝到那个柠檬才是有没有加糖？嗯，白啊？有吗？你柠檬有没有加糖？多回冰糖。跟我们一起床热。运动要有伴，觉得这些人都很重养生，那也因为没有工作上的厉害什么关系，反正就去交朋友，大家就是嘻嘻哈哈的，很轻松。鸭鹅啊，专门就是在帮我们处理这些木耳渣，还有我们莲藕渣，还有我们家里面吃剩的这些菜呀、啊，然后他们回馈给我们的就是肥料，另外的就是这一些鸡蛋，帮我们加菜。然后我们如果除草的话，我们也会把草丢进来，因为鸭子跟鹅很喜欢吃草，所以说就会给他们吃这些草。然后像我们这一些。鸭子喜欢玩水，我们会把这一些它玩的水啊，吃剩下的这一些水，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之后，我们就是拿来浇我们的药草园。药草，这个就是很好的益肥的来源。
那如果说我用了这些化学的东西进去土壤里面，尤其是蚯蚓，它可能就不呆了，它可能就会因为这些化学的东西它可能会死掉，那它所排泄出来的东西，这些微量的元素啊就没有了。那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看到的东西，真正没有那个质啊，那个质不够，那量不用很多，我们要精，所以说我采用自然农耕的方法。茶叶本来就是干的，然后压碎就回家。有一些爸爸的朋友买过其他的手工饼干，然后觉得跟外面卖的差不多，然后看能不能自己家里有种茶叶，然后研发出自己的特色。不一定很大的蛋糕，那种小的杯子蛋糕也可以。哦，可以啊。杯子蛋糕。哎，你准备用什么？我可不可以提议鱼腥草？都是啊，你就把鱼腥草粉准备好就好了。